大家好，我是奈里，今天要来讲羽绒外套领子内里破了大洞，于是我剪掉领子内里，重新裁块新领子布补车上去。如果找不到接近的布色，可拿羽绒外套附赠的袋子，颜色会比较接近。不知道看视频的你们会不会觉得我太夸张，外套这么破还要修补？这件外套穿了至少有五年以上，但它还是很保暖，我舍不得丢掉，可能会穿到我无法修补再丢掉吧。现在拿出裁好的新领子布，四周的缝缝先扯起来，缝缝固定好了。现在来扯领子内里，在 0.3 公分扯压线固定。领子长了一点，我折进去一些。照这样车一圈。这地方要把布拨平，不太好车。不晓得是不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玩拼图，长大后特别喜欢拼东拼西。